25，你在那非洲丛林里都吃什么呀？蚂蚁卵。那你怎么煮成颜色？捡石头，吃土。那你就不怕拉肚、得痢疾、寄生虫什么的吗？会没有。 维持不了多少，你来。嗯，谢谢。我问一下，谢了。喝煤油是什么技能吗？每隔12小时喝一小勺，可以杀死体内寄生虫，也可以有限度的缓解痢疾。不过，那东西啊，味道不怎么好，但是在没有药品。 和没有支援的环境中，能在废弃的煤油桶中找到一点煤油，对狙击手来讲，已经是非常幸运了。